最近我发现尿尿开始不爱吃饭，也不爱运动，每天郁郁寡欢，这让我非常的担心。这脑子美。行，没声了，你都想咋的你啊？你这到底是哪儿难受啊？哎呀，我家猫最近为啥情绪不咋好呢？有某处多腹泻吗？没，那没准是换季导致的。气温下降和昼夜时长的变化都会影响猫咪的情绪，尤其气温下降会让小猫咪想起妈妈温暖的怀抱。妈妈，都是我不好，平时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称职的好妈妈。我说萌萌包你妈是吧？我给你买好多好吃的。嗯，是不是嘛？双十一期间，京东萌宠好货，我低至50，我给你折扣老多了，还不够充值吗？